家知道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是什么吗？没错，就是全球超过20亿人观看的足球比赛啦。所以呢，每当有足球游戏的推出呢，都可以说是卖座的保证了。而像这一款国际足盟大赛12呢，它就携带了更多的进化来袭，来势汹汹，可不能小看呢。足球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，但是足球类型的游戏目前只有美商易店的 FIFA 系列以及 Konami 公司的实况足球系列两个品牌最受欢迎。今年底两个足球游戏都要推出新作品，而且来势汹汹，都不容小看。美商易店的国际足盟大赛12标榜得到足迹足球联盟认可，不但收录了最完整的球队与球员资料，并且导入让球员动作更逼真的球员冲撞引擎，更准确的操纵的精准运球系统，更聪明的职业球员智慧系统，以及带来故事剧情发展的生涯模式系统等等，将带给玩家前所未有的逼真体验。国际足盟大赛12来势汹汹，问鼎足球游戏王者宝座，喜欢足球游戏的玩家可千万别错过咯。